老板娘，嗯，你说，是不是谁都有爱人的资格？您是不是想谈恋爱？不知道。闲的蛋疼。快说，不说我拉黑了。我是高林，可可，我想见你一面，有话对你说。微信说。这个事儿啊，见面才能说，是关于晨晨的哦。妮姐，找我什么事啊？说吧。坐。我知道，你不喜欢我和晨晨交往。有那么明显吗？不用你说，我自己也知道。我没有办法让晨晨幸福。晨晨那么好的女孩，应该找一个更好的男人。你变成好男人不就行了？我做不到，也不想做。那你就分手啊。要我放手，我也做不到。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，很快，我爸和一个更年轻的女孩结婚了，我妈选择自杀。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就是想让你知道。我干嘛要知道啊？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，有伤口的人。惨，我就会同情你，是吗？高林，你说自己是个坏男人，你错了，不是坏男人，你就是一畜生。那你算什么？同时和三个男人交往，花男人的钱，我是畜生，那你又算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们都是同一类人，这些都是你最关心的陈晨晨告诉我的。Cheers。
林林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不是今晚有约吗？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，这下好了，天乐姑娘被发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晚上喝酒容易饿，我还给你煮了点粥，马上就可以喝了。你怎么了？喝多了。幸好我早有准备，给你泡了杯蜂蜜水。像我这种人，哪里好了？你干嘛要这么喜欢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吗？没事了。姐妹们，我回来啦！是不是在担心你？他怎么了？肯定有什么理由吧。那理由是什么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